我会个锤子玉藻前，我是个锤子国服地狱玉藻前。他不会从此一蹶不振，不敢再上场了吧？瑞哥，我出去一下。都11点了，童瑶怎么还不回来啊？这傻丫头不会去跳海了吧？服务员，再给我来杯冰红茶。冰你个鬼啊！那是长岛冰茶。可是，在网上看到你们新招的那个 Smiling 被阿泰给打爆了。我才没有被打爆，我很强的。我是不是要去给替补当替补了？你们不能把我在替补席上，我就输了一场而已。我不想去看饮水机。酒精有可能让你暂时忘却忧愁，然而我们却不会。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我们做好自己不就好了？哎，简阳，你根本就不了解我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我在意的是什么。我在意的从来不是网上那些人说了什么，我是不喜欢拖累队友的自己。我们作为他的队友，这种时候一定要去理解他。玉藻前，对于我来说是一种信仰，要赢的决心，建立新的信仰怎么样？ Smiling 小姐姐，是时候要起来。小姐姐，你哪位啊？早啊，瑞哥。早。你昨晚的表演很精彩。不能这么对我，哥，这小女朋友挺能折腾啊！闭嘴，把她嘴巴弄开。来，张嘴。啊！来，吃药。啊！不要手啊你！喝水，来喝水。
悟空，为师的酸奶呢？昨晚睡觉前还有五六罐呢。哎呀，干嘛？你这是在干什么？思考人生。思考人生？从哪一刻开始啊？让我猜一下。从，你出生前一秒，还是大约在15个小时前你喝第一杯长岛冰茶开始？我猜是后者，因为后者的内容已经丰富到可以让你思考很久了。队长，我昨晚是不是做了很多出格的事儿？出格？不会啊，出什么格？你指哪个？你指的是看见了我弟，吓得以为是看见我的鬼魂，还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着自己很强，不能当替补，当了替补就失去了全世界了？说着说着还唱起了《虫儿飞》。对了，我劝你一句啊，以后你真的不要再唱歌了，因为你真的把儿歌唱成了鬼歌。哦，你还把擤鼻涕的纸巾一个个强行塞给队友，然后说这是鉴别礼，不许不收，不收你就抱着他哇哇大哭，最后还去舔你猫的毛。然后呢，含住你猫的耳朵，几个人都拉不开，最后还咬人。实不相瞒，为师早起就是为了去打狂犬疫苗。所以，吃药了吗？什么药？醒酒药啊，放在你门口，你这疯病不吃药怎么才能好？哎，别说了别说了，我知道错了。谁知道那个饮料里面有酒精？有酒精叫什么长岛冰茶？因为老婆饼里面没有老婆。松鼠桂鱼里面没有松鼠，雷峰塔里面没有雷锋啊，所以长岛冰茶当然也不是茶。土暴躁。还有，你穿个睡衣下来像什么话？你戴这个面具想干嘛？想吓死我们好杀人灭口吗？面具能不能不摘？你戴这个干嘛？丢人。哇，你还知道丢人？昨天让我们好好数你的鼻涕纸时，你不是这样说的。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。还不滚身去换衣服，他们要醒了。昨天在酒吧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断片了。别的都不重要，你只需要记得，是成哥他呀，当着你前男友的面把你背走的就行了。前男友？简阳也来了。都怪艾佳那个傻，非要打电话把他叫。老婆，你说谁傻的呢？哎，谁在？有情况。瑶瑶，我们复合吧。瑶瑶，你回基地了吗？你人呢？喝了酒早上起来会头痛，记得多喝热水。